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这下又冷又饿了。买点吃的，填填肚子。去外面找个班上。赚点钱，搭个狗窝。俺得有个好地板，俺得有东西吃。俺得有个衣柜，俺得有个床，俺得有个房顶。俺得有个暖炉，俺得有个窗户。钱花完了，又得去打工了。